101出道女团已定名为火箭少女，网友粉丝叫窜天猴马。距离创造101总决赛还剩3天时间，关于最终成团的团名的猜测一直没有间断。之前有网友调侃说可以叫 QQ Girls、 Alone 等脑洞大开的名字，但是在今天有网友无意间暴露了疑似出道后正式女团的名称。有粉丝发帖称在创造101的录制基地无意间瞥见了工作人员手上的一张打印歌词，上面重复写着 Rocket Girls、 火箭女孩等字样，而这首歌的歌词既不属于已经公开的总决赛表演曲目逆风，也不属于盛放。不免令人遐想，这就是101女团出道曲和最终的组合名字。而随后有网友在今天早上找到了名为 Rocket Jump 官博的微博，似乎也印证了这个事实。但是最终名字究竟如何，还是得等到总决赛当天才能揭晓。看到这个团名的爆料，粉丝们纷纷评论，团名叫火箭少女，粉丝名叫什么？窜天猴吗？那还可以叫湖人少女、凯尔特少女、快船少女。出道后去 NBA 现场当啦啦队蛮合适的。